我们不输入别国模式，坚决反对其他国家将自己的模式强加给中国。我们也不输出中国模式，不会要求别国复制中国的做法。每个国家自主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的努力，都应该受到尊重。 我们说，中国式现代化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新的选择。那么，这是一种对人类文明多样性的主张，是不同文明、不同国家交流互鉴的态度。如果国际社会愿意了解、借鉴中国的经验和做法，我们会敞开心扉，客观介绍。 同时啊，我们也诚心诚意地了解、研究、借鉴别国的经验。